差到很准呢。要到那边哦，要经过一个最大的航道。来到澎湖，想成为水上蛟龙，要先漂洋过海。如果你还想当海贼王，可还得跳水。一二三，跳！放胆一跳再跳，胆量训练班全都为了。这首来歌爱耳要底，海底自在行走。独家一定27公斤的头盔要登场啦！这架杠的重头戏，就交予阿星阿贤来体验嘿。好玩的，一下去的时候耳朵有点痛痛的，他叫我一起很脆暖就好了。化身海底阿姆斯壮，体验传说中无重力内太空，漫步海底世界，来场精彩喂鱼秀。那个神奇的河，对，神奇神，然后它旁边有那翅膀那边，超可爱，那里喂鱼啊！我想说，怎么都不来理我，只一直吃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小心，到底下踩的都是沙子，没有让你们碰到任何一个沙子。刺激好玩还没结束，接下来重头戏夜钓小馆更不容错过。我现在先教你们怎么用钓竿，我们上面这个就是我们钓小馆在用的夹饵，人手一支钓竿，大家兴奋挤在船上展开神钓手 PK 赛。这才是真的钓到好吗？ OK， 来慢慢坐起来，原来你刚刚慢慢坐起来，再说、夜钓小馆的行程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小管生吃，绝对新鲜，手抓了沾酱就是了。现钓起来活跳跳战利品，当然直接生吃最刷嘴。半透明小管吃进嘴里，清脆鲜甜，还有穿烫过的以及热腾腾小管面线，通通鲜味满分。号称玩水天堂的澎湖，各式各样水上活动，帮你玩到疯，玩到流连忘返。三立新闻林良宪、陈维君台北报道。